Let m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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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kids,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歡迎大家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想教大家串一個字，就是電視。Uncle Wilson， 電視咁簡單，咪就係 TV 咯。哎呀，導彈蟲 ，TV 的確好簡單，但係 TV 嘅全寫係乜嘢？你又知唔知道呢 ？TV 嘅全寫係 television， 冇錯啦。TV 電視嘅全寫就係 television， 總共有十個英文字母，唔知各位小朋友又識唔識得串呢？Speedy spelling, let's go! 就今天呢，螢光幕上面就有三幅的圖畫，哇，好豐富喔。Uncle Wilson 就將 television 分為三個的部分。第一，其實剛剛導彈蟲講得很啱嘅 ，T 同埋 V 的確就係 television 入邊其中嘅兩個英文字母嚟嘅。好啦，咁第二嘅部分係乜嘢呢？就有兩個 Uncle Wilson 好中意睇嘅電視節目喔。一個咧就係有大笨象嘅動物紀錄片啦，第二個咧就係洞穴探秘嘅影片啊，呢兩個都係我好中意睇嘅電視節目嚟噶。咁最尾，仲有 on 同埋 off 嘅，咁我就一陣會再同大家解釋究竟點解會有 on off 啦。好啦，我哋先睇睇蟲蟲哥哥中意嘅兩個電視節目。Elephant， 唔知道各位小朋友仲記唔記得點樣串呢？如果未睇過我之前教 Elephant 影片嘅小朋友，都可以去翻呢一條影片去睇翻嘅。好啦 ，Elephant 頭三個英文字母就係 E L E。啊，呢個大笨象嘅動物紀錄片就係第一個蟲蟲哥哥中意睇嘅電視節目啦。第二個電視節目就係洞穴探險。是的，在这个洞穴里面有三样很特别的东西，我们有两支的蜡烛和一条蛇，那这三样东西怎样帮到我们串 television 呢？我们先画一画英文字母出来看看先。蜡烛，哦，是 letter I 哦。那中间条蛇仔呢？哦，原來就是 letter S， 咁所以大笨象頭三個英文字母 E L E， 洞穴探險我哋學到三個英文字母就是 I S I， 咁最尾我哋睇電視要點樣啊？係著電視啊，定係熄電視呢？當然就是 on， 所以我哋最尾嘅英文字母就會是 O N。On， Uncle Wilson， E L E I S I O N， 好似唔係 television 嘅串法喎，你仲漏咗兩句英文字母喎。冇錯啦，就好似好學蟲咁講，其實我哋仲未串曬所有英文字母嘅喎。點解咧？因為我哋漏咗 T 同埋 V。哦？有 T 同埋 V 之後，我哋就可以去組合翻 television 點樣串咯喎。首先第一個英文字母係 T， 然後就係第一個 Uncle Wilson 中意睇嘅電視節目《大笨象》E L E， 跟住就係 V 之後咧，就係蟲蟲哥哥中意睇嘅第二個電視節目《洞穴探險》。咁入邊咧就有 I S。I 好似兩支蠟燭咁樣夾住條蛇嘅，哇！而最尾睇電視當然就要著電視啦，所以 turn it on， O N T E L E V I S I O N 就係我哋今日學嘅 television 啦。如果中意 Uncle Wilson 嘅影片，可以 like 同埋 share。如果有咩字想學，都可以 comment 話我知㗎。最緊要就係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拜拜。